就可以获得后天澄清湖球场的兑换券。张建明这一棒打到中外野方向，这一个球打到全垒打墙弹了回来，火哥张建明上到了二垒，哦，差一点右外野方向的深远的距离。嗯，这个球打得扎实了啊，这个、外角球偏红中的一个高的位置，这个球没有守备的机会了，就看会不会出去而已。我们看他的落点，直接打到全垒打墙上面铁丝网的最高最高的最上缘，好险分了啊！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，张建明。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啊，新农牛队经过了，这个球点下去了，哇，点得漂亮，点得漂亮，没话讲。三垒手被引诱出来啊，三垒手接球只能够传一垒了，成功的牺牲短。这个球结果投手整个张志佳没有办法扑下来，整个趴在投手球上面，三垒的跑者回来得分，张志佳整个人趴在投手球上面非常的痛，真的相当的懊恼。嗯，变速球，这个变速球看起来是真的是累了，所以没有尾劲，不会往下掉，这个变速球很明显的还比以前还冲出去去打。张志佳懊悔的泪水不知道有没有滴在投手好三环，哇，出现了四坏球保送，但是真的战力补强都不错。这个球二垒手林志胜没有拦截下来，踹出去了，形成烂打，二垒手的跑者现在回来得分，牛肉掉扑手，这个球没有接到，原来一二垒的跑者依序往前推进，上到二三垒了，好让郑兆航这一支安打是要换投手了。来看一下郑兆航这个球打二垒那边很刁钻呢，反向攻击了，林志胜已经赶过去就差一点点了，要用滑接的哈，可能难度比较大一点。哇，这个球的这个爆传传的比较偏，坏球没有好球了，干脆保送。哦，做了捕手都站起来了，故意四坏球，一二垒的跑者要准备起跑。哎呀，四坏球保送，满垒的状况，投出四坏球保送的下场就是免费送给对方一分。新农牛队先。